又大悲经言，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向下，还有很长的文，给我们说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重要。这是净宗修学的方法。首先要发愿，教导我们发菩提心。发心之后要念佛，要一向专念。这个地方举大悲经的经文四句偈，都是赞颂念佛无比殊胜的功德。经上说一称佛名，这是说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一世善根入涅槃界。这个看起来好像太容易了。经上说的是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，但是不是现在。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往生的缘成熟的时候。现在念一声佛，阿赖耶里面种下阿弥陀佛的种子，你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有缘了。大乘教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众生。你念一声佛号啊，你就跟佛有缘。什么时候这个缘成熟，你就决定得生。生到净土，你肯定入涅槃界。涅槃界是什么？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叫涅槃界。没有说成大般涅槃。如大半年的说涅槃界。在华严经上，华严是圆教，初住菩萨就入涅槃界了。初住菩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不住在十法界了。当然更不是在六道。他住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那么修一般法门，大概都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。